孤单样的笑着，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世界上打转。哎，你其他可以再唱多一点，很小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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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那我等一下再拿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没地方放，他刚刚坐在地上。好，那个欢迎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刚刚很早就来了，然后我在逛这个啤酒节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们就一直在赞叹，就说哇，这整个是风街，然后看到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过那个高，我是来自高雄嘛，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呢，就是高雄会有一个新乐节，它也会封街，所以呢，我就有一种很有既视感。但是今天不是过年的时候，所以我就有一种觉得很开心的感觉。好，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乔燕，曹壮壮，然后草字头的乔跟女字旁的燕，然后是来自高雄的一个演出者，然后有一些自己的作品，也有我自己的乐团。啊，今天呢很开心，所以呢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呢就是我喜欢的歌，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都来跟大家分享。好，我刚刚这个要上台之前我一直很焦虑，因为我想说就是我怕我会要 setting 的时间很久这样子。好，但是呢今天也是很厉害的音控老师呢马上就把东西都调好了。那大家今天有喝酒吗？有吗？哎，我看到有些人的头有一点旋转的部分。好，如果有喝酒的朋友，我们那个等一下一起感受在这个微醺的感觉，好不好？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好，为什么我前面讲这么久呢？因为我一直还没连到网络。好，我连到了，我连到了。来跟大家先唱第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我写的歌。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认识我的时候呢，是先认识这首歌曲。这歌呢叫做最理想的样子，然后有时候啊我觉得好像我们都会很习惯在比如说假日的时候去放纵啊，或者是去逃避，然后呢大家想说明天要上班上课是不是很 emo， 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当你放假的时候呢玩得很开心，然后你在上班的时候呢，哎，你可以从礼拜一开始就是怀念上个礼拜我玩得多开心，礼拜二再怀念，礼拜三再怀念，礼拜四再怀念，哎，不知不觉就剩两天了，所以呢超烂。好，所以呢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来说最理想的样子有时候不是执着，我觉得有时候是能够放下执着这件事情很困难，可是当你达成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所有可以过得去的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叫我最理想的样子。